啊，就是老年公交卡是吧？我回家，大爷把这些菜都帮我包起来吧。那大爷，不小心我回家吧，是吧？你家离这边远吗，大爷？你真倒霉。平时你睡觉就在这个房子里边睡觉是吧？大爷自己送的韭菜，大爷睡的多。这也弄完了，大爷，那我明天走了哈。那我明天再过来看你，大爷。您腿脚不好。我走了，大爷哈。来了，大爷。明天我自己来。你吃饭了，大爷？啊，吃过了，大哥。吃过了。嗯。好。平时也就靠卖点菜生活。嗯，买点菜。买点米面吃，生活。没事，大爷别哭，没事。那得好好活着呀，大爷。这个准你还是十多年没回来了。以后我隔三差五回来看你吧。我反应，你明白大爷明白。就到这儿，别吃了，大爷，就这儿吧，就这儿吧。你出去走了，就这儿吧。行，再见，大爷。好，再见。大爷，我来看你来了。想我了吗，大爷？没事大爷，我应该做的。这不就好多了吗，大爷？好多了，最少年轻10岁。好，他就开始烧水了。没事大爷，我以后会隔三差五来看你的，大爷。你就把我当成你儿子就行了。反正我一个人回家我穷，就不会嫌你穷了，大爷。啊，你别嫌弃我就行。来，大爷吃面包。别哭，大爷，好不好吃，大爷？反正凉菜，还有红烧肉。不用感谢我，大爷，你不用把这地方。